谢谢谢啊！你们老这么花钱，让我觉得特别不落人啊！而且你说你们也不知道买的东西我爱不爱是吧？又来了，谢谢各位啊！老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一点都不假，是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承蒙各位这么支持，这么捧，是捧捧谁呀？哎喂，嗨，您客气，捧相声，您的艺术，您的艺术就是人参果。对，怎么讲啊？三千年一开花，三千年一结果。哦，一分钟就烂了。对，嗨，这搁不住啊！我这个相声简单啊，是人就能干，是，不是人也能干，不是人也能干，但干好了不容易。对，真的啊，因为它太简单了，无章可循。没有规律。你要说学京剧，嗯，学梅先生，学马先生，学棋派，学哪位，嗯啊，你就跟他那模仿就好了。学吗？你能跟他模仿的一模一样，你就算对了。哎，我们这行要是模仿的一模一样，必死无疑啊。还真就不对了，太难了。嗯啊，而且来说拼到最后，第一是健康，嗯，第二是文化。是，还有健康。哎嗨，最重要是健康。嗯，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，你把那仨熬死了，你就是艺术家。哦，没人跟您抬杠，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有话语权比艺术要强得多。是啊，这四个说相声啊，谁不服谁。哦，结果这个41死一个，52死一个，54又死一个，哎呦，就剩一个熬到89，他说什么是什么呀。哦，没人抬杠。那当然了，健康很重要。这健康对。第二，文化也很重要。文化是最主要的。真的，列位啊，我们这行，其他的都是过眼云烟。是吗？你说知名度，你说什么这些都是虚的。嗯。到最后，拼的是文化。哎，拼的是素质。我觉得谦儿哥文化就算是比较高的了。没有，上过几年学而已。哎呀。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小海无涯苦奏舟。什么学问呢？这是哪儿就全倒字了？不是，就是您那个文化水平、艺术特长，在我们这行业里，嗯，您算得上是阳春白雪，真的。阳春的呀？阳春白雪就说过了廊坊，没到天津。哎嗨，还是那阳春啊？阳春，阳春白雪。阳春白雪，对对对，谈不到咱们有学问。没有没有，您有知识，人家家里边人有学问，家里边有上过学的老爷子、老太太，有老太太，嗯，他母亲是吗？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授，哎，学物理的，戴金丝眼镜，是多的上家去，老太太都写东西啊，有论文。你70多岁人天天还坐那写，嗯，一瞧见我们来了，放下笔，摘眼镜，嘿，都来了，哎，什么味儿这是？快坐着。你叫跟慈禧太后一样啊，坐着，嗯，沏水、做饭、吃饭，嘿，烙饼、炒鸡蛋，吃饱玩的，谁不许走，谁走是王八蛋。嗯，哎呀，好家伙，这是学物理的教授啊，这是。咱们听着心里热乎乎的。那是啊，老太太疼人呢。是，这个家庭能出来差样的孩子吗？哎，家教嘛，文化水平很高啊。上学吗？就是说，实话实说，他高峰、孙越，就我们这一大堆说相声里边，嗯，谦儿哥，我觉得啊。不是我捧啊，您算是这份儿，真的。您这袖口里是什么首饰啊？不是，这没看见呢，您这好，改机器猫了。哎，行了，哎，行了，不用捧我，无法表达我内心对您的崇敬。您别那么客气。每次见着谦儿哥，我老觉得惭愧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不知怎么尊重人，就看见谦儿了，我就发自肺腑啊，热热乎乎的就。您见我那么恶心呢？我就一点我都不留着，我告诉你们。哎，行了，太脏了，不给你弄脸上。哎，好嘛，多恨我这。尊敬而且崇拜，哎，谈不到。您别那么着。真的啊，我当然我也是喜欢研究。您也喜欢研究啊？因为这些年，因为在文学领域哈，我也确实。你先等，你先把这大罐撂下。这怎么了？您这是开心呢？开心，要跟其他说相声站在一块儿，我没那么些话，都不跟他们聊，他聊不到一块儿啊，没有共同语言。我说的他也不懂，他说的我也不懂，两向着。但是跟您在一块儿一聊天，就是跟文学大师在一起，就是就这种对对吃，不是那个那个玩意儿，反正是什么呀？您这要打我？不是要打你，就尊敬。
真的吗？真的啊啊！我是平时除了说相声之外，也好看个书。啊，您喜欢阅读？好研究。好啊。嗯，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嘿，《十里河》《二龙路》嗯，《大北窑》我都念过。哎，好嘛，沾数目字的您全去了。哎，五经四书啊，一肚子都是。哦，爱学。啊，五经啊，五经，五经，这儿，四书，你可能摸出来、啊、好好摸摸四书。哎哎哎，你来摸摸你二大爷，嗯、像话吗？你这个什么叫摸四书啊？哎，膈应人，我怎么就膈应人哪儿、啊？真的啊，就你这样的就没法交朋友。我呀，说文言词你就记记个玩去吧。这还没有这文言词儿。这个你还其实就看不起我。我干嘛看不起您呢？你连高尔基那句话你都忘了吗？高尔基说什么呀？高尔基教育我们说，啊，你不要这个样子。对啊，哈，这是高尔基说的，这是。就高尔基，高峰他大爷是吧？哎嗨。别提他、嗯、知道吗？就这个就是互相切磋，就是一块研究。因为我当年在清华毕业的时候啊，咱、啊、哎，因为我这些年了，我也是很少再跟你不广大庭广众，你再说清楚，你再说一遍啊。高尔基教导我们说，不是，不用那么早，不用那么早。那个您大学毕业，哎，这个我倒是。也不骄傲，因为什么呢？凭什么骄傲啊？因为他们没哪儿你就骄傲。我先问问您，您哪个大学毕业的？刚才说，啊，哎，我当切不行啊！你哪儿？您刚才说哪个的？刚才您秃噜出来了、哎、那个。差不多得了啊！什么叫差不多得？不是你说去，大伙儿也没听清楚。怎么哪个大学毕业？没听就过去就得行。别什么过去，这是光彩的事儿啊！想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在你们大学上学的，就是、哎、特别好。什么呀？校长也爱我，班主任老师。你等一会儿，想当年上大学，我们知道了哪个大学，还是没听清楚。再说一遍，您刚才就说这一遍，我再说一遍啊！啊，行，记住就记住了啊！啊，再问你就是个狗，听见了吗？嗨，你只要说清楚了，我在。清华上学的时候，啊，嗯，说清楚干嘛？这么含糊啊？清华呗，这你弄死我对吗？有枪毙的罪过？切！哎，好嘛，太不自信了这角儿。您清华，您那会儿因为听着底下人说清华池的。啊！你要再去，我搓死你吗？哎呵，好家伙，还是清华池搓澡的？什么搓澡的？我们那会儿在学校校园教学楼上课，有时候课间休息到对过湖广会馆听戏，还是清华池啊？那湖广会馆对过呢，还是清华池啊？你这呀，你问问我，我有外号，您叫我虎方桥一霸。哎，这好，还是清华池的。辐射菜市口都归我管那点地儿是吧？哦，打边间吧，边巷。什么话？这叫清华嘛？啊、清华分校，有分校吗？对，你说对，没错，就是那个湖广对过啊，对过后头那儿对吧？我们那清华分校，我们那个叫学校叫温暖是吧？烧锅炉的呀，您这是我在锅炉后头啊，倒脏土的。你有完吗？你还不是您这越说越不像话了吗？还跟你说，你是没在学校碰见过。啊！哎，我弄不死你！哎，对，您也是搓死人。真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们都是工具，知道吗？啊！哎，这，不是吗？不，您把这撂下吧，撂下。让你知道我文人本色。什么文人呢？您烫死你啊！还是烧锅炉的，就跟这人没法说。不是，日后我就是大人物了。哪儿？您就搓澡呢？法国有一个大文学家莫里埃。有啊，莫里埃这是给人家音译过来的。是。这正经人家法国人有姓莫的吗？咱们一说哎，法国文学这莫里埃那是音译，是正经法文念这个是、嗯、莫里埃。不管您坐到哪一个位置啊，每一个字清清楚楚，送到您耳边，还是莫里埃。行了，还是说相声的你？哎呀。您这是法国人念的这没错啊，正经的画过发吗？啊，画过发呀，画过发，法国画过，对啊，
哎，这您就还是先念莫里埃吧。以后我就是中国的莫埃啊，知道吗？死人了，那、哎、哪儿大文豪莫埃呀？嗯，见着您谁都莫埃。但那错不了，错不了。那还是死了？什么死了？中国是有文豪，我前面那我比不上啊。哦，后边得看我，前面赵树理，哦，老舍，对吧？啊。老舍，老舍、啊，对吗？嗯，那曹偶是吧？曹偶，曹什么？还吹偶吧？您不是曹禺？曹禺是吧？啊、嗯，张恨绥、啊。哎呀呵，这都是多骚气人这个。张恨绥，这都是民国的那会儿。张恨绥，民国的小说家。您就莫里埃念对了，这么半天。因为我那会儿法语学得好吗？没听说过，是不是啊？没事，我净研究，因为要做一个出色的文学家。列位，要飞呀？是怎么着？怎么了？您这是干嘛呢？荡漾啊！不用您这，因为当你要是想做一个正经的文人，哎，还是搓澡？不是，你不用这习惯动作，不用。你有点讨厌，讨厌。不，我讨厌。啊，你等会儿。搓不死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实在不相信您能跟张恨水在一块儿，他们都研究这个。去，你听字儿都念撇，张恨水，你人家本身这张恨追是吧？哼，行了，您爱念什么念什么。福马，对，您这听我怎么就我就非服你我？我说句良心话啊，我很少跟这个他这样的人打交道，因为平时跟我在一块儿都是那些个。什么文史类的专家？你比如说，哎，看有那个，你看，啊，这个电视上老有这些个专家，文史专家，有那个赵某某、王某某、孙某某，还有李某，我们都在一块儿。您接触这文史专家都不敢报自个儿全名是吗？保密，这保什么密？怕警察逮着是怎么？保密，我们这就。就是文人呢、啊、他要愿意要这劲儿。你有电影吗？保密局的枪声。哎呀呵，嗯嗯，枪声。哎，这都是文史文学历史吗？文史。哎，我们这个文史不分家，真的。哇，这就是这不分家。那还分什么家？就一个地方。那是那是、嗯。有时候我们在一块聊天也是，你这害咱们呢，人不亲史还亲呢。对对对，反正研究什么都有。嗯。有的就是研究那个，那叫史前跟踪。啊，对，就得知道人家拉哪儿。史前跟踪。我后来主要就是来那个遗址搜寻。啊，你得给人搓了。哎，多膈应人！哎，是干这活就是这样。真的又膈应人又属命，我告诉你。这什么叫属命？我哪知道去？哪儿就是？这都是研究古汉语常用名词，知道吗？哦。哎，平时没事研究研究。拓片，拓片，拓片，就那个碑上刷上墨啊，把那纸贴上，夸夸夸弄起来，接下来哦，拓片，哎，拓片，哎，哦哦，拓片，拓呀，拓片，嗯，拓片，刚听说这词儿是吗？你一定会遭到唾弃的。哎，对，他拓片，拓片，我可存不少了，嗯，存不少了，就是那个，这都挂满了，墙上都挂满了，一张一张。啊，就是那个王富贵之墓啊，赵宝才之墓，李王氏之墓，人家这墓前面都有史是吗？您扫完给记录下来了。对，就咱就是搜集整理啊，爱这个。哎，你别，你搜点好的。搜的好没有不让进，买票还得啊。您瞧瞧这个，嗯，还没事写毛笔字，那叫书法。我那个都快出字帖了，写的这么好啊。你们净看什么就王羲之啊，王这个王那个、啊、是吧？柳公权、啊，哎，这不是这个刘铁、王铁、赵铁的，是我也快出了。您是郭铁，记住了啊。哦，郭铁可是又脆又香啊。哎，对，我那个字儿带醋，知道吗？啊，不加蒜。哎，可以。什么呀？对了，出郭天儿啊，郭铁儿。哎，这郭铁儿，铁儿，哦，铁儿，对呀、啊嗯。哎，就说我这个能力。啊，没事研究这个，研究书法是研究瓷器，古玩瓷器、哎、当然了，这可水深啊，这个啊，对，你怎么要死啊？是怎么着你呢？开心呢？开心，怎么趴桌子上干嘛？特别兴奋，哦，这瓷器，我可没少研究瓷器啊。
哦，越窑见过吗？越窑知道啊。越窑啊，杭州湾出的。对，古越国在那儿，他那就叫越窑。越窑，哎，汝窑见过吗？汝窑有啊，汝窑河南开片的那个，宋朝的那个，据说官窑呢，属于是吧？那可不吗？还有这个定窑，有定窑是河北曲阳。对，定窑，我最爱的是您逛窑哦。北京，嗯，前门大栅栏，哦，哎，就那有几趟街胡同全出这个呀，我到那儿，哟，美的不行不行的。哎，您研究这是瓷器吗？这个，对呀，都可瓷器了，跟我。哎，对了，我一到那儿，他们都欢迎我。哦，哎，行了，您研究这个呀？哎，跟瓷器都不挨边儿。怎么不挨边啊？啊，我现在正满处找呢。找什么呀？找点那个不错的呀，有个基础的，有个样的，嗯，跟着我，把我这身能耐这些个技巧，不管是文字的，嗯，拓片的，嗯，啊，什么这乱七八糟的，反正我就都愿意，我都教给他，无论是谁跟我学，我就拿他当亲儿子一样。您这是要收徒弟？哎，哦，这叫徒弟。您这研究怎么研究的这个史啊？我研究的不腻乎。哎呀，别研究了，你、哦、我以为说相声收徒，这个文学也可以、啊。不是咱们中国的传承就是师带徒吗？你这怎么了？收你了？哪儿你就收我了？打这儿起，你就算是我亲儿子一样。对，没听说过。你排在郭麒麟前面，好吧？不用。你叫貔貅。我也去。太好了。不要。不是。苍天在上。不是。我今天收郭貔貅。不行，不用。你收这么多貔貅，你扫什么呀？你不用，我给你捅开。你收我，你不用收我。上我那去，我干嘛？收了你，我那些瓷器啊，你随便看。我那些个拓片，你随便摸，都是你的。拓片，我毛笔，你写呀、啊。我那个那些个毛巾都是你，你随便你就。想怎样就怎样，我求您了，不客气。哎，我求您了。你说我不能拜，您也别收我。我愿意收，愿意收。你不用收我，为什么？我这人不行，满屋窑气，那瓷都是你的，大不用不用，各式各样的都是你的，不用继承。谢谢您吧。怎么了？我跟您学不了。为什么？不是那细致人，粗鲁人一个。您粗鲁啊？对。哦，我就是个莽撞人。你到底是粗鲁是莽撞？嗯，你瞧，后边你又粗鲁又莽撞。对对。那坏了啊！莽撞人一个，嗯，哦，什么？换人不行，别人不像亲的。哎，对，嗯，貔貅，看见了吗？啊，看见了吗？嗯，你不学，有愿意学的？那就不用，你这啊，待会儿啊，这个结束之后，我给你搓搓啊。哎，你就，他们都走了，都走之后，你拖好了，跟着等着我啊。你呀，啊，先等会儿吧。哎，我让他这么猛。您这又开始研究瓷器了是吧？啊，没出去逛去呢。就行了。莽撞人，莽撞人，嗯，莽撞人你比不了。对，怎么？那是一位古人。古人，后汉三国年间，嗯，有一位莽撞人。哦，自桃园三结义以来，嗯、大爷姓刘，名备，字玄德。家住大树楼桑，嗯，二弟姓关，名羽，字云长，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。三弟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，家住涿州范阳郡。后续四弟姓赵，名云，字子龙，家住真定府常山县。破战破胜，号称为常胜将军。字杰音，长坂坡前一场鏖战，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，砍倒大都两杆，夺槊三条，马落陷坑，堪堪废命。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观瞧，见一穿薄小将，薄盔薄甲薄旗靠，胯下薄龙驹，掌中亮银枪，实乃一员勇将，当下就有爱将之意。旁有徐庶暗中保护赵云，那徐庶自进得曹营以来一语未发，今见赵将军马落陷坑，堪堪废命，口尊丞相，莫非有爱将之意？曹操言道：“正是，何不收留此将？”曹操闻听，
急忙传令，令出山摇动，三军听分明，我要活赵云，不要死子龙。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，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敌命。众将闻听不敢上前，唯有后退。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，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，杀了个七进七出，这才闯出重围。曹操一见这样勇将，焉能放走，在后面紧紧的追赶，追至在党阳桥前，张飞赶到，高叫四弟不必惊慌，某家在此，料也无妨，让过赵云的人马。曹操赶到，不见赵云，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，忙问身旁夏侯惇，这一黑脸大汉他是何人？夏侯惇道，此乃张飞，一猛壮人。曹操闻听，想当初关公在博马铺斩颜良诛文丑之时，曾对某家演讲，他有一结拜三弟，姓张名飞，字翼德，拨挽军中取上将首级，入坦囊取物，反掌关文。今日一见果然英勇，来呀，撤去某家青罗伞盖，观一观猛壮人武艺如何。青罗伞盖撤下，但见张飞抱头还眼，面如润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，海下扎了扎，杀一把黑钢人，犹如钢针，恰似铁线，头戴冰铁盔，二龙斗宝，朱缨飘洒，上前八宝，轮罗伞盖，花冠云城，身穿锁子大叶连环甲，内衬走了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把万里烟云兽，掌中丈八蛇矛。好，立于桥头之上，咬牙切齿，捶胸愤恨，大骂曹操听人，呸，既有你家张三爷在此，而或攻或战，或进或退，或中或走，不攻不战，不进不退，不然匹夫之辈。大喊一声曹军后退，大喊二声顺水横流，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后断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，长坂坡前救赵云，喝退曹操破万军，姓张名飞字翼德，万古流芳猛壮人。哦，猛壮人，嗯，张飞你比得了吗？我比不了。上我那儿去啊，上我那儿去啊。甭讲甭，你要不去那儿有等着呢啊。不用，哪儿比不了张飞，我就上您那儿去。上我那儿还告诉您学不了。怎么都学不了呢？我这人没告诉您吗？啊，愣愣啊，就是个愣人。愣人你可比不了。愣人我也比不了。想当初有一位愣人，哦，马踏公园墙，戳枪破炮，摔斗跳台，扯天子半副龙袍，揪破裸带，九破太师，背砸怀王，单旁李托监军闸，摔死金头王，撞死银头王，枪着铜头王，鞭打铁头王，27座连营一马踏为了灰烬，还原安宁黑太岁，打虎将军，开平王常遇春。愣人常遇春你比得了吗？哦，愣人我比不了。我看你也不是愣人呐。我是，你是个浪人呐。哎，去你的吧。